Hello， 今天给按电梯的一个房东挑一台 Mate 40 RS 保时捷来看一下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为什么说这个房东又给人家按电梯很矛盾？人家是收租的大佬，然后为了打发时间，他就没事给那些高层按一下电梯。其实人家很拿的保时捷，所以你们别小看，就是有些人说很低调啊。也许在外面快乐会多一些，交一些朋友，在家里就是每天坐着没什么事干，所以人家就想着去外面也一样，又可以交多个朋友，而且干那种活是很没什么的，就人家很接地气，重要的是接地气。来看一下这台 Mate 40RS。这台机子大大的一个浴霸摄像头，带体温计典藏版的哦。